吵，都听罗哥的。那罗哥，你可以教我要怎么做比较好吗？可以教你啊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我现在马上去准备食材了。啊，你慢慢做啊，我有事先走了。吃的，你这样就要走？谢谢你的好意啊，你要做是你的事，那我要走是我的事。你不要再害怕我了，罗哥，我们勇敢的爱吧，只要我们相爱，哪怕只有一天都够。不可能！没想到你跟我选的水煮牛肉一样，表里不一。你想做水煮牛肉给我吃，就是为了骂我？当然不是啊，我是想要跟你说，我不在乎永恒，所以不要害怕，不要担心我们之间关系的界定。那些所谓的世俗，不是我们的阻力，应该是我们的助力，让我们更加相信爱的存在。让我们恋爱吧。轰轰烈烈的爱吧，让一切都发生，我不害怕。喂，你身边有很多喜欢你的男孩子，他的年纪跟你差不多，观念相近，没有代沟。哦，那都是假象，他们真的，他们很幼稚，而且你知道他们有多无聊。够了，水煮牛肉的关键。就是牛肉不能烫了，否则会失去风味。要吃下这道菜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更何况我不吃辣。最后一点，你以后还是叫我罗哥，不是，叫我罗爷爷吧，不要再叫我罗哥了。不能揉啊，这是我的发明，很重要。你怎么了？老男人真的很讨厌。老男人很讨厌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没事。哦，没事就好。但你不要跟我说话。我没有要跟你说话。对不起，我有要跟你说话。姐，我有一个好东西要跟你分享。哦，等等，各位亲们，今天宝宝要向各位介绍一项好东西，2.0版科技环保创意垃圾桶。
有看到宝宝跟弟弟身上穿的这个垃圾袋环保衣没有？在这个资源越来越缺乏的时代，垃圾不再只是垃圾，更是一种资源。没错，所以我发明了这台2.0版科技环保创意垃圾桶。它有什么功能呢？大家把眼球给我。Kidding， 不是这个意思啦，你们看我就好了。该戴眼镜，把眼镜戴好。来，请看。这个2.0版科技环保创意垃圾桶，不管你怎么乱丢，它都接着捉。保证不漏接，不然不用钱，还终身保固哦。没错，除了垃圾不落地的主要功能外，它还有另外一个强项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开关？神奇的功能在这里。各位，有了科技垃圾桶之后，大家再也不用拎着大包小包的垃圾了。金色是一般垃圾，而这个绿色的就更厉害了，它变成有机肥料。所以用了我胡角发明的科技垃圾桶之后，垃圾完全减量，对地球做出最伟大最环保的贡献。而且如果你垃圾不想丢掉的话，还可以拿来玩哦。没错，这个青现在问到的就是重点了。这一台2.0版的科技环保创意垃圾桶，一台到底卖多少钱呢？我们是用美金来计价，一台150，两台300，三台450，买越多越便宜。这样子没有比较便宜的，三台400。啊好，三台400，大特价。我要两台，一台给爸爸。那我要10台，快点送朋友有体面。不要！阿朱要，没问题！各位亲们，不管你要几台，赶快抖内进来哟！来哟！奇怪。这么好用，怎么没人买呢？赶快开直播，帮帮你孙子！胡椒又出事情了。大家赶快抖内进来啊！这台2.0版的科技环保创意垃圾桶，它除了兼顾这个……各位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想告诉大家，胡椒今天之所以会发明这个2.0版科技环保创意垃圾桶，背后有一个为亲人奉献的伟大故事。